第十二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第27案、第29案自53案、第56案至第58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18案、第162案至188案为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第183案至196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54案、第155案均决定同意撤回。第196案至188案为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第183案至196案均决议相后再行处理。第11案决议交付党团协商，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第13案、第14案均决议召案通过。第5案、第7案、第8案均决议修正通过。第6案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第9案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第10案决议交付党团及相关提案并案协商，并由时代力量党团、亲民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共同召集协商。第12案决议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三委员会审查。第13案至第22案、第23案、第25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第21案、第22案、第24案经暂不予处理。其他事项：一、106
卡等实际的拟废止蒙藏委会组织法精神一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三案，本院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十八人凝聚入出国籍移民法第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四案，本院委员陈英等十七人凝聚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五案，本院委员江永昌等十八人凝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六案，本院委员陈素月等十八人凝聚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七条及第九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七案，本院委员陈素月等十八人凝聚农业发展条例第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八案，本院委员陈素月等十八人凝聚中华民国刑法第八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九案，本院委员蔡益宇等十六人凝聚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一及第一百八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十案，本院委员蔡益宇等十八人凝聚陪审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十一案，本院委员赵天麟等十八人凝聚石油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十二案，本院委员赵天麟等十七人凝聚空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二条及第二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约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议？
无异通过，下案。第十三案，本院委员罗志正等二十人凝聚建筑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选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十四案，本院委员罗志正等十九人凝聚国军退出官兵辅导条例删除第二十四条条文草案请选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十五案，本院委员赵振宇等二十人凝聚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十六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十九人凝聚国营事业管理法增订第三十五条之一及第三十七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十七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二十人凝聚性别工作平等法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十八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二十人凝聚祭祀观念条例第四条及第二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十九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二十人凝聚国家公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案，本院委员高世鹏等三十二人凝聚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二十一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行政院组织法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二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外交部组织法第一条、第二条及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三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国防部组织法第二条、第四条及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四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五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教育部组织法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六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凝聚国军退出官兵辅导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七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组织法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八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二十九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蒙藏地区人员认同条例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案。第三十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侨务委员会组织法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
重新提出。下一案。第31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荣民总议员组织通则》第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32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33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地方制度法》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34案，本院委员徐国勇等16人拟具《法官法》第7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35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7人拟具《远洋渔业发展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36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7人拟具《投资经营废物及渔船管理条例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37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7人拟具《渔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38案，本院委员吴其明等17人拟具《文化艺术奖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39案，本院委员陈欧博等18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40案，本院委员陈欧博等18人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41案，本院委员陈欧博等21人拟具《民法》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42案，本院委员陈欧博等17人拟具《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第29条及第3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43案，本院委员王玉敏等16人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第5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44案，本院委员王玉敏等16人拟具《动物保护法》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45案，本院委员徐永明等17人拟具《社会救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46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16人拟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名称及第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47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16人拟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名称及第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48案，本院委员徐国勇等21人拟具《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48案，本案有民进党党团提议进屋二读，并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本案作如下之决定：进屋二读，并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下一案。第49案，本院委员许国勇等21人拟具《贪污治罪条例》第10条及第2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49案，本案由民进党党团提议进户二读，并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本案作如下决定：
进户二读，并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下一案。第五十案，本院委员徐国勇等二十人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及第三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五十案，本案由民进党党团提议进户二读，并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本案作如下决定：进户二读，并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下一案。第五十一案，本院委员赵天麟等十八人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五十二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十六人拟具《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五十三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十七人拟具《大学法》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五十四案，本院委员林立传等三十四人拟具《国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五十五案，本院委员林立传等三十三人拟具《警械使用条例》增订第十一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五十六案，本院委员蒋万安等二十四人拟具《国民年纪法》第十条及第五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五十七案，本院委员蒋万安等二十四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五十八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八人拟具《补习及进修教育法》增订第六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五十九案，本院委员廖国栋的二十五人拟具《戒严实习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第四条及第四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案，本院委员廖国栋的二十七人拟具《促进转型转移外来政权同事原住民族时期原住民受损权利回复及补偿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一案，本院国民党党团拟具《中央研究院院长遴选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案，本院委员蔡宜等十八人拟具《赦免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六十三案，行政院考试院函请审议《警察人员人事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四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动物用药品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五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第三条及第二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六十六案，交通部海外百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仅送因应人口老化，针对无障碍计程车规划再做检讨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六十七案，交通部海外百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六十二，请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六十八案，交通部海外百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部主管第六项决议时期，请送业务内容及改善方案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异？
无异议通过，下案。第69案，交通部海委办理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建设计划之详细内容、经费科目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通、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三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下案。第70案，财政部海委办理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彻查各地方政府收支状况，并提出强化财政纪律改革方案之说明。程序委员会见，拟请问交财政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照修正通过，下案。第71案，财政部海委办理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鼓励民众报废车辆换购车龄较新之二手车相关说明。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下案。第72案，内政部海委办理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航警人员于机场保全人员之安全维护勤务范畴及人员配置方式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照修正通过，下案。第73案，内政部海委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国家公园如何建立公民监督参与机制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照修正通过，下案。第74案，司法院海委办理文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该院主管第一项决议六，简送会诊各计划主办机关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下案。第75案，法务部函送提升各地方法院检察署公职法医师建业能力计划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下案。第76案，行政院函送104年第四季政策宣导广告执行情形，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议照修正通过，下案。第77案，行政院函为修正国营公营事业移转民营条例施行细则第9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议照修正通过，下案。第78案，行政院函送温室气体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议照修正通过，下案。第79案，文化部函送104年1至12月份接受外界捐赠款明细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下案。第80案，文化部函送该部及所属105年度第一季补助县市政府预算不付及公款补助国内团体情形季报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下案。第81案，教育部函送该部主管104年度第四季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下案。第82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渔会考核办法，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照修正通过，下案。第83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动物运输车辆及装载箱笼清洗消毒措施》第4点、第5点及第7点规定，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下案。第84案，经济部函送工业局104年度第四季补助社会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助经费汇总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照修正通过，下案。第89案，经济部函送加工出口区管理处105年度第一季对补助民间团体及个人之补捐助案件汇总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下案。第86案，经济部函送智慧财产学105年度第一季奖补助社会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案件汇总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八十七案，经济部函送105年度第一季补助社会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助经费汇总表，程序委会见，拟请交经济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八十八案，经济部函送工业局105年度第一季补助社会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助经费汇总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八十九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银行办理衍生性金融商品业务内部作业制度及程序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九十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金融监督管理基金105年度截至3月止对国内团体捐助含公益支出情形季报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九十一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该会主管105年度第一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九十案，台湾省自议会函为该会104年度第四季，并未于各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事项，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意通过，下案。第九十三案，台湾省自议会函为105年度第一季无办理各媒体政策宣导相关广告事项，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意通过，下案。第九十四案，台湾省政府函送105年度第一季补助民间团体及个人补捐助经费明细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九十五案，福建省政府函送105年度第一季补捐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九十六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修正电视节目分级处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意通过，下案。第九十七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卫星广播电视工程技术管理办法名称修正为卫星广播电视事业设施地球电台管理办法，并修正第一条及第十六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意通过，下案。第九十八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修正有线广播电视系统经营者天然灾害及紧急事故应变办法第一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九十九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有线广播电视系统工程技术管理规则名称修正为有线广播电视系统工程技术管理办法，并修正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一百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修正有线广播电视系统经营者收费标准，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一百零一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修正广播电视事业负责人管理规则，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意通过，下案。第一百零二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申请经营有线广播电视业务收费规费收费标准名称修正为申请经营有线广播电视服务规费收费标准，并修正第一条及第二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无意通过，下案。第一百零三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及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105年第一季公款补捐处情形季报表，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于
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104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该会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及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106年第一季媒体广告无执行数，程序委会见。你请问交交通委员会。请问会有异议？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05案，总统府函为该府及所属106年第一季均未于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06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送该会籍所属104年度补助地方政府经费明细表及奖捐助团体个人经费明细表，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内政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07案，考新院函为该院籍所属105年第一季未办理媒体政策宣导广告相关业务，程序委会见。你请问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08案，考新院行政院函为修正交通事业人员及晋升高员级资位训练办法第4条及第15条条文，程序委会见。你请问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09案，考选部函送警察人员考试双轨分流制度检讨报告，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0案，卫生福利部函送105年一至三月执行政策传播说明，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应办理检验支持品业者最低检验周期及其他相关事项名称修正为应订定食品安全监测计划与应办理检验支持品业者最低检验周期及其他相关事项并修正规定，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2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79条附件二、第80条附件三、第81条附件四、第82条附件五、第83条附件六及第84条附件七，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3案，卫生福利部函送食用氰化油脂使用限制，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4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仅送确保全国性预防接种资讯管理系统改版作业如期进行之办理情形，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5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仅送有关编列组额预算，加强推动儿童牙齿涂氟服务，提高涂氟率以改善学童龋齿率之办理情形，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6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送105年度截至3月底政策宣导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7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仅送冻结不公平竞争行为调查处理及多层次传销管理业务费预算十分之一后续处理情形，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118案，中央银行函送中央印制造币量传105年度截至3月底止政策宣导之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财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19案，行政院主计总处函送105年度第一季依预算法第62条之一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调查表，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财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20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一至三月无政策宣导之广告预算执行，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21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仅送北部院区树木保护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你请问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
第122案，国立故宫博物院海委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从性别观念引入策展之规划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教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123案，国立故宫博物院海委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多元史观展示说明及出版品论述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教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124案，国立故宫博物院海委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强化与中亚、东南亚等交流规划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教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125案，国立故宫博物院海委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运用科技呈现多元史观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教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126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送该署主管105年度截至第一季补捐奖助情形表。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第127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送该署及所属及财团法人105年第一季广告执行情形表。广告执行情形表，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押第128案，外交部函送105年第一季办理各类媒体政策宣导广告情形一览表。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押第129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105年度一至三月与各类媒体办理政策宣导之相关广告会诊表。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第130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送104年度第一季对国内团体捐助情形表。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131案，国防部函送105年度第一季依预算法第62条之一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调查表。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132案，侨务委会函送105年度第一季办理各类媒体政策宣导广告一览表。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133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函送该署及所属105年第一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内政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第134案，科技部函送105年3月份跨部会署执行之科技计划执行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教及文化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第135案，科技部函送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各项财务改善措施之执行成效105年第一季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教及文化委员会。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第136案，科技部函送无人飞行载具之技术发展与管制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教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137案，中央选举委会函送该会籍所属105年度第一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及报表。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内政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第138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第一季补捐助经费览表。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内政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押第139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大量解雇劳工诉讼及必要生活费用补助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
不予通过。下案。第140案，卫生福利部函为白领稳定度中政府组成决议，请送强化社区日间照顾服务量能报告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41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函送两岸协议协商进度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问交内政委员会处理。本案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42案，科技部函为2005年度中央政府总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时期，有关我国智慧城市技术研发与前瞻运用，应提出专案报告性安排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由于无意通过。下案。第143案，科技部函为2005年度中央政府总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18，有关智慧园区规划与执行，应提出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由于无意照案通过。下案。第144案，科技部函为2005年度中央政府总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21，有关我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短中程规划，应提出专案报告性安排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问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由于无意照案通过。下案。第145案，科技部函为2005年度中央政府总算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84，有关我国智慧城市之技术研发与整体政策方向，应提出专案报告性安排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146案，教育部函送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延揽国际人才书面检讨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本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147案，本院内政委员会函为院会前交付审查，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本院制定原住民保留地净发补偿及造林回馈条例时，通过附带决议，若需提高净发补偿金额，应由开征碳税指引议案，请提报院会改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审查，程序委会见，拟请院交改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于无意通过。报告院会第148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148案至第152案为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有关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解冻报告案，业经处理完竣相关预算均同意动之。第153案为本院内政委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等案，应予法定3个月审查期限，视为已经审查，请提报院会存查。第154案至165案为行政函送本院林委员竣县。王委员玉明、曾委员明宗、张委员立胜、江委员启程、吴委员思瑶、卢委员修燕、蔡委员易瑜、吴委员启明、蒋委员乃馨、王委员荣章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第166案为本院议事处汇报各党团推举社会公正人士组成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第6届董监事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第167案为本院议事处汇报各党团推举原住民族代表及社会公正人士组成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第3届董事监察人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苏委员侨会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19件，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徐委员国勇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16件。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报告院会报告事项我们都处理完毕，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5月24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现在休息。